友情研究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BOYSTORY。依次介绍你右手边的成员，并报出他的身高体重。旁边的是我们的那个大哥人，对，是我们大哥人Shuyang，167，对，167，体重49.7，因为全身刚测。我左边1.8米大高个，左边也是。我右边1.8米大高个黑影龙，然后双鱼座，体重110，还是120？59，那就120，120，对。我后面这位帅哥1.5米，1.5米，行吗？他叫郭明瑞，来自四川成都。他的体重是多少？他来自四川巴中，体重80的。60公斤，60公斤，身高173。1.5米，就1.65米，167，对，我1.5米。身高，对，他1.9米，他跟你刚好相，他高1.75米，1.75米。160，160。就坐在我左手边的是185，脸蛋身材185，我具体多少不知道，但是看着185我也算是最高的。也是天津的，跟我在一块儿，可是智商稍微比我低一点。我下面这位是贾南雨，贾伟哥。九位，不熟。他身高1.9米，勿扰。体重77，是。71.9米。我可以说一下我的密码，卡号的话大家可以查到。主要是给一直关注 BOYSTORY 长大的粉丝朋友们公开一下你们现在的各种账号。哦，原来如此。录制为了我们的荣耀时略显沙雕的自我介绍，到底是谁的 idea？ 就是我们吵架的那个吗？嗯，就是有点尬。哦，干嘛？你们那么玩尬的？我们都是神啊。一起想的，一起想的这个，然后大家都有出谋划策。刚开始有这个雏形，主要还是队长吗？我觉得，就有人提了一嘴之后，所有人就慢慢补充，说这么玩好。队长因为队长就喜欢玩尬的。队长从小出生于武士家，然后这个能学能打，对，善武。哎，是对。队长，我平时最 hold 不住大家一起，每一刻都是这样的。最 hold 不住狗哥吧，最 hold 不住就现在的话是狗哥，是吗？不是 hold 不住吧？我呀，他说的对，不怪这个。我只能说后排这三个人最乖。哦，就是小乖乖，我们就是乖宝宝，懂的都懂。咱们自证一下乖的事迹，咱们队长反驳一下，为什么说他最敏感？乖的事迹可能找不到，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都说不出来，是吗？你说一个。主要是他们真的说不出来，就是说关于乖这件事情。但是说吵闹的话，能说很多。队长，话有点多，这可以不。行，过了。之前很少出来录这种团建性质的内容，真正见到其他公司的哥哥姐姐后，一起拍摄感受如何？觉得帅，不敢想。我觉得说我们都目前来说是这样的，是的。你怎么定义这个场合？是长得老？不是，不吵不闹呗。没有什么说法吗？我们是最说话。你们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你们都采访一下工作人员这个。还好吧？还好吧？我们其实也没有很闹，我们就是很内向的，就是我们六个人，很胆小，我们比较社恐，我们六个人。那有感受到窝里横？第一期刚开始录的时候是所有家族第一次见面嘛，我是收到的命令，说是带着家族的那个脸面出去的，所以说不太敢丢。然后后面呢，逐渐放下了，不是说放下家族的脸面，是放下了我们自己的脸面。如果一定要给队内食物链排个序，你们会怎么排？我今天先不谦虚一下，我是第一。光今天吗？就是我们一般排序的时候，就是自动忽略他，就是五个人排。所以说一般就是把他给排序，然后我们剩下五个人排。新龙第二吧。这个是新龙的后援会，这个我是第一。谁追捧新龙呢？谢谢。对，你都排他第二。不是，主要他为什么第一呢？就是你不要我先排好吗？你让他先排，你先排，然后你第三。
OK， 所以第四没话了吧？第三没话了吧？然后第二，然后第五没了。是我们这团也是团宠啊，我们团讲究人人宠。哈哈哈哈哈！不想穿衣服，就是纯欺负。我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压力。用三个词形容 BOYSTORY 在内娱新人当中的地位。出道四年，仍然新人，就是我们。希望十年之后还能就是还能在颁奖典礼听到最佳新人奖，我很开心，因为没有新人可以拿掉这个奖。那我想问，难道是？我觉得四年还算。是，但他没有脑子怎么办？是女的，我有脑子的，但是他是没有的。可以要穿你内裤的。对哥，傻白甜，一个人在前面跑，但后面脑子能转过来的；一个人嘴在前面跑，后面脑子转不过来的。他经常说一些我补不了的。然后就教女娲来补。多少了？哎，不要，他说的。现在看了大家的作品之后，有稍微小的撤回。我觉得三分钟之后撤回不了。我就觉得我要打十个。如果用四个字形容公司在内娱的地位，你们会选？至高无上。无力中上。差无此人。超无此人，超无此人。我们 NCC 就是我们一家一人。Underground， 心中唯一。Underground， 我又忘了，我就接着他的 Underground 了。最期待切磋的公司是。我们要挑战的话，就直击命门。我要想挑战一下。玉华的财力，因为我们公司的财力呢，肯定是比不了的，对。啊，外籍青蛙。对，然后比什么呢？不知道，就想看。不知道。要实力，就是要舞台。想挑战中国男侠。我觉得除了想挑战我们的剩下一人，不是你，就是你打不过的。不会收拾。是打不过啊，这不切磋吗？因为是不切磋，切磋不了啊，这个干不了，这个干不了。老板或公司的哥哥姐姐最常对你们说的一句话是：说我很会说，让我在采访的时候都说。老板对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诚实、真诚、谦逊。因为近期呢是我们的 Sun Cap 的时候，跟老板有一次连线，然后我们老板还是说让我们加油努力，继续坚持做我们热爱喜欢的东西就行了。看我们前面三位已经出具这个老板信任。我是说的法人，我想说呢，真实、诚实、谦逊，这是我们每个 JYP 家族的员工是吧？爱爱。如果内娱交换公司一天，你们最想去哪个公司，感受下哪位老板的作风？月华，财力。啊？你还要说吗？想体会一下，想体会一下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确实不太会要。想体验一下染色体。Nice。那对于就是杜华总在这个综艺节目中说杜华是内娱排名第一的经纪公司，认同。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认同不重要，就是说看挖机机挖，包括剩下的几家经纪，没有，主要看大家认不认同。影证。我们还不上号了。我有看到，感谢，属实被我们，Thank you， 属实被我们给蹭到了，是我们的。但是与此同时，南国小伟又是好像是这种药里面挺前辈的一个，是好像就是我们新人啊，是我们新人前辈。那对于大家公认的这个业务能力非常强，以及前辈这样的标签，有没有什么类似的 OS？ 其实前辈的话，其实倒还好，因为我们确实也出道这么多年了，但是我们肯定也不会把自己当前辈自居，然后也就是说，那你有点谦虚。就是虽然说是前辈吧，但是还是抱着和大家一起玩、一起学习、互相学习的这个态度去的。因为毕竟这个也有别的，像是那个 Neverland， 像乐队啊，也是有很多去我值得我们学习的。包括上次舞台也有合作嘛，然后就是说有好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点也是。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去跟他们说一下，关于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面也好啊，包括
创作或者各个类型上的我们的经验，对，分享经验，分享经验，然后互相学习嘛。我们就是抱着这样态度来的，然后大家公认的那是他们公认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他们认可我的能力，想让我变成能耐。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其实我不是比他们强，只是比他们有更多的经验。对，没强到哪儿去，说实话。然后加上有这个好的公司。说到职场画饼文化，哪些饼真的吃到了，哪些被你们记在了小本本上？啊，我老板从来不画饼，我们老板直接做好饼往你嘴里塞，直接炫，直接炫，来张嘴。没有，老板怕我们饿着，长身体。老板还是关心我们的，好爱我们老板啊。因为我们在出道之前，我们老板就是承诺给我们，我们要把我们培养成中国最厉害的。对，我觉得成功了，成功了，中了一半，他把我们培养成中国男团了，选成中国男团了。有成员也要进入高考备考阶段了 ，BOYSTORY 这期间的方向规划是什么？大家的规划就是哥哥们在家学习，弟弟们在家学习。好像是要去韩国吧？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哥哥们的话是肯定要。把重心放在这个准备高考、筹备高考上，包括文化课，然后还有这个那个专业课。就直接说公司有安排，然后回来。啊，对对，说这个，三二一。公司大家都有安排，但是哥哥们就还会好好学习的，大家请期待吧。默契考验，成员根据工作人员的提问捏尖叫鸡，六个人中必须有一人且仅有一个人捏响尖叫鸡，十级为挑战成功，每题二十分。一道题，我是团里身材最好的人，那你这得一块按是吧？只能一个人按，傻子，听不听？跟哪干？认可谁呀、啊？一早、啊，认可。你刚刚是两个人一没有，我没摁。没有，有就一个人，他们已经找到一群人。我愿意请团员们吃顿大餐，三二一。哎呀，这就是了，因为我猜到这个，他绝对不会摁。要请他吃什么，你对他吃到什么口味？请一人吃一个小甜筒得了。儿童套餐是。先我请你们吃，真请你们吃。我看你有大病，大病。游戏互动 ，BOYSTORY 随机舞蹈挑战，每人至少上场一次，上场次数最少的成员需接受惩罚。Thank you.
干嘛？他说喊贼哥哥，我看你能喊贼哥贼哥。我有一次贼哥贼哥能怎么样？BOYSTORY 之间的友情默契指数为80。接下来是我们的友情宣言，我们是